好，他们让咱们玩卧室里面有什么，来来，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啊，来来，卧室里面有什么，门床台灯，所有灯都不能说了，被子，所有被子都不能说了，被褥，枕头，枕套，充电器，充电线，充电器包括充电线，那你刚刚没说，说了充电器不能说充电线啊？那你重新换一个，充电插头，充电器包括充电插头，不包括，跟充电器有关的全都不能说。充电器是充电器，插头是插头。哦，你说插座那是？对啊，你个傻屌，那叫插座。风扇、空调、壁画、书、躺椅、凳子、地毯、地砖、桌子、镜子、眼罩、怎么了？怕光？眼镜、隐形眼镜，怎么说了？我家卧室有，说的是我们家，不是说我们家，说大众的家里卧室有什么。那有的人家里还没有眼罩呢。啊，那我重新说，就说咱们家的。好好好，重新说。这个清凉器、喉片、鱼腥草水、卫生纸，差点弄倒了。浴池、玻璃盆、镜、窗户。窗帘、内裤、睡衣、短。那你说睡衣，我还可以说裤子和短裤吗？就所有衣服都不能说。对。你输定了。门把手。还有一个沙发。零食，所有吃的都不能说。咱没有零食。你买的那个咱们准备拍的那个零食啊，你要说的是卧室里面有什么，但还没放卧室。那你刚刚也说了卧室里面有的东西呢？没有，都说的都是有的。那你这是赖皮喽。那你再说一个，给你几机会。衣帽间。咱们卧室有衣帽间啊。耳钉，你的耳钉。加湿器。加湿器没有，加湿器搬过来。今天刚搬过来的卧室。台灯。竖立的台灯。我说过了，我说过台灯，所有灯都不能说了。那我说了。啊、行，我退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不会教。芦荟胶，抹脸的芦荟胶，之前有拿到过卧室里。身体用的芦荟胶。身体，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身体。搞黄色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。你如果说的是那个的话，那个有一个专业的名词。身体润滑油。身体按摩油。身体按摩油。风油精。你刚说过了，这个就是风油精。我们吸鼻子的这个就是风油精、啊、精油，你不是按摩吗？咱不是在按摩吗？有精油啊。诺维斯。什么？诺维斯。什么？诺维斯。什么东西？诺维斯。什么？你得大声说出来。还有袋子，有装那些东西的袋子，垃圾桶，垃圾袋，鱼缸，垃圾，金鱼，鱼食，水，制氧气，吸尘器，鱼灯，还
还有一个你没说呢，前段时间刚扔了的那个，扔了俩一回。灰尘，你是不要脸逼脸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爱，有咱们俩满满的爱。就玩那么大是吧？嗯、来。我教不下去了，哥。快呀、啊！你快来呀、啊！快来呀、啊！我不玩了，我输了。还我还想到一个，星星的眼睛，星星的叫，星星的打呼噜，这个都不算。哦，好吧，那反正也是你输了。我不承认我输了，接着来。怎么了？卧室里面有你我。接着来是吗？来。星星的叫床声，玩这么大是吧？脏脏的叫床声，我不叫，他叫，我强、我强制执行的时候，他都他叫的可大声了。没必要，咱俩是一伙的，只是玩个游戏而已。玩那么大是吧？说了有的能说，有的不能说，你这是噗噗往外放。星星的放屁声，脏脏的打嗝声，星星的呼噜声，脏脏的磨牙声，星星的磨牙声，我睡觉不磨牙，磨牙，脏脏的梦话声，你昨天晚上你说梦话，脏，星星的光溜腚，我说过有你我，我们身上的器官都不能再说了，啊，十。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二二 rush 站着不要逼脸，不，那是你的好吧、啊、咱们是不是扔了，是扔了，但 是不是说不玩那些不用那个，那是你。